鸡啦。你很喜欢打你自己耶。对呀、啊。哇，那个是蓝色的。我，你又打到你自己了。你要打快龙。哦哦哦哦哦！打你的快龙，我哦有那鸟喂，咦那个不要用那个打了，等一下去打到电视以后，我们就不可以看妖怪手表了。你还要看吗？你看，因为它会一直跳跳跳，如果跳到打到电视，你以后就不可以看妖怪手表了。嗯，那你那个粉红色的球嘞？在这里。赶快把它打倒，然后要去睡觉了。哇，没有打倒，那个大魔王很厉害的。哇，打倒快龙了。对呀，他是好人。他是快龙。再来是打倒大魔王。哦，你看。大魔王被你打到只有跳一下而已。对呀、啊。他很厉害。差一点点。对呀、啊。打哇，大魔王被打飞啦。啊、哦、还有一只蓝色的呀。我问你再怎么丢椅子啊。蓝色哎呦你看那只蓝色的。他在那里趴住。我还没有倒耶。嗯，他是蓝色小宝，哇，大魔王也倒了，再来剩下一个啊，怎么用这样子啊？我这样子打不到了，奇怪耶你。我还没打到一次。哎呦，奇怪耶你，懂哎呦。嗯，好了，就这样了，给它拿出来吧。